什么是 chargeback， 也就是争议款项。 chargeback 争议款项指的是持卡人或发卡机构对于某笔信用卡交易提出异议。对于收取信用卡的商家来说，若遇到 chargeback， 如未能提供足以证明交易的正当性文件，可能会付出很高的代价。以上资讯由 US Bankcard Services 美信商务提供。